英国的第一天，现在要去逛街。我们来看看我一周花费会花多少钱。会不会败掉我的身家？怎么办？可以了，拜拜。你有带卡吗？我有，我有。你有放帮我刷？我买追衣服。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卡不能刷了。是啊，我在刷我的。She look like 18. 45. 要准备离开沙漠咯。哎呀，太开心了。我们到伦敦了，这是在说讲埃及那黄土层层，另外有臭的，臭的，然后那发痒。人家有一大考验，因为我在英国有个记录，在2017年的时候呢，忘了买回程的机票，结果他就不让我进，然后把我给扣在法国，还是把我关在笼子里面，我关了一个下午，超累，然后在笼子里面睡着。到了英国了，他说：“林小姐，你暂时不能入境吗？”我说：“我没有做什么事，好不好？”把东西全部收起来一遍，然后看着我的那个化妆品说：“你要来跳机哈？”我说这个是一小部分，我跳什么机啊？他就跟我说，你每次来这边都会被对象对待一次哦。这次又来了，这次就是黄永麟，他觉得你要来买卖淫，怎么办？来跳机？没有，觉得会有人买我吗？老鸡，全世界哈、评价最高的三大城市，第一就是伦敦，第二是纽约，第三是东京。那我们现在来到是评价最高的纽约，伦敦。你过来看，今天有钱呐、衣服、鞋子，这里就是。等一下，地方那有人住了，你过来看，不会这样子。然后他有电脑，这坏。这是房东自己的家吧？他现在只是没有人住啊。等一下，花时间交动，你用电话，这样蛮好用的。我们真的没有谁。到私密处比脸的皮肤更脆弱，他拿这个来用私密处哎。我的脸都不用化妆，所以我下面也不用化妆。林霄出门逛街了，今天就是我们的 shopping day。我现在就要来用用看黄永麟带来的这一罐，你看它已经用一半了，感觉是非常的好用。他很喜欢，皮肤状况还不错哦。那我们就再继续多洗几天看看，在这种大陆型气候，它是不是这么的好用？来到英国的第一天，现在要去逛街，因为呢现在是五月份，重点是我觉得五月还超冷，现在九度哦。我很后悔没有把意大利那些衣服带过来，还带一堆洋装跟宅罩，什么都不能穿，太冷了。我来看看我一周花费会花多少钱。好，买了三个耳环，一个在我耳朵上，像一个是400块，这蛮贵的耶。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今天的打扮？这件衣服的话，应该是这个，这个比较像妹妹会戴。我也是妹妹啊。90，最便宜了，求求你，这个没你拍啊，哎，你拍什么意思啊？好看哦，我穿什么都好看，不是你的衣服的问题，我就是教你买，然后你穿什么都好看，真的。你要买这衣服好可爱，这件很好看，他加杀了15块，来看来，好了，我们这样总共100块，还没到那个目的地，就买了。这个是，没想到在英国也有那个 Balenciaga， 还有 Bendy， 对，哇，你看一看这个，他做的。真假哎，这好粗糙哦！天哪。Ask me your card, yes.我之前回到台湾的时候啊，口袋里面还有一张这个。他说他离开的时候，你可以退钱回来，是不是？这些都没有退，我就带回台湾。嗜血地铁站，你有没有看过？发生在英国伦敦地铁里面的变态杀人的，很好看。都是牛蛙店。
告诉你。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强强。啊，你好厉害！他像那个女人我最大很多。有花了，谢谢你。好厉害，谢谢。是英国买的转接头60块。看一些风景，伦敦名产。No first time, so you already came here. So many years ago. How many days you stay? Only one week. Too cold. I can handle it. 我没有买过 Burberry 的风衣，我想说这样会比较便宜。人生必须要有一件。真的吗？这很漂亮哎。Are you model? I'm the celebrity. The celebrity. What are you doing to be a celebrity? Show, magazine, model.Okay, you can be an actor. Madam, we forget this one. Burberry, for women, we put it on the side. It will be for man. Okay, I don't want to be the man. Thank you. Thank you. Actually, he is the man. How much is this? $1,790. 其实是86万。这么贵？这也太贵了啦！你买这多少钱？29万。How much tax refund? There is no tax refund. Oh. Please, don't say that. Because there is no tax refund, we will be the cheapest Burberry in the whole world. 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啊。走的歪七扭八的。因为我穿拖鞋。这件真的很好看。Which length do you like? Do you like long? Yeah, I like long. Do you like long length? Jesus Christ, you're bad. You're bad. She's bad. She says she like long. Big. She looks like 18. 45. 他很爱演。Okay, she's 32. And then you're single. And then I'm 30 and I'm single. And then I know a nice place in London where we can go for dinner. 我很喜欢黄玲身上这一件，是金扣，有经典的图腾。它的那个材质很挺很硬。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看到这样子，有这方面资源的人可以私讯我，那我们要正版的。麻烦全台湾人帮我找一下，黑色或米色，是米色，但是米色比较一定要这种内衣，是想要这样子的。不要是出奶头，我会害怕。伦敦小乐哥他说他买给我，如果跟他今晚出去吃饭，他要买给我。我说 bullshit， 我还不想吃。我们还是需要点从长计议。又来到了太熟悉的 Zara， 你要找地方先坐。真的很巧哎，大家喜欢都一样。你变成是那个各国 Zara 特辑。既然没有那个 shopping bag， 我必须一直手拿着这些东西，限制你的购物。没有人能够限制我，就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放，然后移开来，把我要的东西放上去。哎，进来不到5分钟。下次不见你就发现了一个这个地方，你把东西丢到里面去，那些都要买。对啊，金钟罩铁布衫。是不是你放屁？我真的没有放屁，我一回来就闻到一区屁味。后面这个，哦对对对，他刚好进去，我来这就闻到怪味，我东西就在这，然后等屁味。这东西咬的太多了吧？到法国不看 Zara 了吗？不要，我要看其他店。先看一下，这样多少钱？741块，买太多了吧？我其实我买了刚刚好，我旁边是夸张。对啦，旁边那女的在看。这两条不是一样吗？是不同啊，这个是金扣，一个是这个、啊。都买到这种程度，会不会败掉我的身家？怎么办？你很聪明，会叫我给他弄。对，八百54，3万多块，你看过那么多还算便宜的。还有第二代。就这样吗？两块而已。对啊。那比我想象中少很多哎。每次来都可以买那么多东西。也还好吧，我想回台湾，现在一定有车子。很辛苦啦，很重啦。出来不到3小时哎。现在才下午7点。大妹的女生，你没有办法穿台湾的 Zara， 就很文青啊，就看只要穿什么文青。你们买得很开心。而且我买 Zara 吗？有。Zara， 我而且买 Zara。哎，我的鞋子插出一根来了。好早啊。你觉得好看吗？还行。很多首饰，我觉得不错。这有点不太适合你。我觉得好 OK 啊。这个比较适合你。我每天都在换风格，我没有不适合的。我买太多了，没有。好像会哦，逛街的背影。这好看吗？像那种环保人士。我是环保人士啊。这样。这很可爱。我比较喜欢 pink， 其他普普。反一
分之十，所以多少钱？2万。那不买，那我买一点点就好了。可以了，拜拜。必须刷啊！我也会放在家里，你有带卡吗？我有，我有啊。你有放帮我刷？可以。先不要刷了，先回家拿卡来说。我们早上去超市的时候就被拒刷。因为我是用美国运通，我刚刚觉得说，我是有跟人家盗刷，然后搞了很久，那张卡终于 OK 了，可我忘记带出来，我现在换这张卡，就换这张卡，被人家觉得是被盗刷。要捐钱啊？对啊。先回家拿卡来说。还蛮好看的，它十分钟后关门。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很美耶，怎么办？还是我明天再来？150多少钱？6000，很 lady 耶。我就是 lady 啊，这说什么？你不是艳星吗？飞星也是 lady。英国来吗？明天再回来。英国是好美的地方吗？是蛮好买的。要跟他再买一个，他那很不贴心，要给人家双层的袋。你那个袋子应该是因为有破洞。那女人超级白，要买那么多，给一个袋子。那就是火，你要哪个？哪个？这个不是很像。那不同颜色啊，你觉得嘞？这蛮可爱，这可以配裙摆。我买一堆衣服。等一下，我的卡不能刷了。现在我在刷我的。等一下，我看到你后面的东西。算了，直接上。我有包包，粉红玩具包。这是裙子，延伸的高叉，豹纹奶罩，延伸。刚刚说的很漂亮的裙子。bling bling 的上面。HN 194，很轻哎，这个很轻哎。自己结账才能够拿袋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鞋子分散一点。你累积四袋了，明天还要再来 guess。要死我！好重，好多袋哦。终于第一天回到甜蜜的家。今日战绩厉害吧？哇，战绩是厉害！明天我要再去另外一间买。今天超市花了多少钱？很好洗耶，他喜欢脸是滑滑是正常的吗？真的，他现在脸是滑滑的。你太喜欢整个脸很亮。那你要洗下面看他，直测，然后每天拍他的记录。有绷感的话，你就是感觉脸会很紧紧的，有没有？看我是没绷感耶，就算这样直接睡觉也都可以耶。我跟你讲，你睡前擦这个，隔天早上不会放油光。上妆前也可以用，你的妆就比较贴。因为太干的话，那个妆会浮粉，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能够救得了我皮肤的，我就用。好快就吸收哦。一边是保湿乳，一边是控油乳。真的耶，一边是绿色，一边是白色的耶。好酷哦。这用完之后，它完全不黏。我觉得这个上妆应该不会起屑，我觉得还是要试看看化妆之后的样子是什么。我现在就来实测黄永玲的这一瓶平衡乳。味道很好哎，擦起来非常的清爽。我现在就来看看会不会让我的妆更服帖、更持久。如果很不持妆，它就是超级烂的东西。通常一推开啊，会起屑的话，全都会跑到旁边来了。看完全没有，真的好东西耶！你有看到任何一点屑吗？完全没有哎。我现在完妆了，你看我的妆超级服帖，而且看不到任何纹路。我真的觉得这罐超好用的，我等一下就要去逛街了耶！ Yeah, 今天又可以完美一整天。今天到底会花多少钱呢？不知道，我觉得非常的紧张。逛街的第二天，我都还没有买完，我还要再买，不然我心很烦。继续买，拜拜。对，耶、yeah, ，有得见。好看吗？嗯，我觉得这件很好看。这鞋子也很好看，其实上尖端就是我本人好吗？很有品味啊，这什么了不起的，拜托好不好，这是已经旧包包都买了十几年了。果然女儿的品味来自呢，你说我比她有品味好吗？ Beautiful ring everything from here up to here more extra at the back but I just want to see干嘛
哇。Okay, 我觉得很好看啊，这颜色很漂亮啊，很难得有这种颜色，它那个金链子很漂亮，好看哎，好看好看，谢谢。嗯，哇，你觉得这个哪一个？都很好看，如果要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件比较好。普普，我觉得美，我觉得漂亮，不然我这个啦，算了。Originally it's 1037 pounds。这件很好看，我有件类似。那如果有类似就算了吧。算了算了，要。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心里舒坦了一点了。他还送了我们一个餐盒耶，买成大户了。哦，压力释放了一点点。还有一家。好的吧。OK。很像那种意大利风的那种女生。你很会选衣服，选的每件衣服都好适合你哦。Did you try both or one? Yeah, I tried the 6 and 8. 大屁股啊！大屁股啊！10? Yes. A 9 吧。哎，好看。It's good. Nice. 哦，这蛮漂亮的。对呀，我也觉得。这个可以买，是有一种摩洛哥度假风，可以高级饭店吊富豪，然后晚上发生凶杀案。啊，这样好哎。And it's too big. Too big. Did you have a small? I'm finished. Together. I think this one is just, I need a small. We need to order it. So we need 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 and telephone. The traveling show or shopping show? Shopping blog. 今天这样了，不要再逛了。吓到了。那我们的投资吧，并不是说这样乱花钱而已。没错。对，我们是投资。把个十件长裙跟那个泳衣退掉。长裙是哪一件啊？这件吗？哦，这件我就觉得很不必要喽。那你帮我退掉好不好？可以哦，我都帮你退了。So how much? 1530。多少钱？6万。是吗？你确定我买到6万 ？Tomorrow you're gonna get 3 items. So I pay is including. Yes. 两片泳衣不能退，因为是泳衣。那就可以见啦，气死我了。Having a good time? Something is good. Something is good. I saw it a big program before. There's this famous girl. Oh really? And she's traveling all around and showing you everything. She's really fun and cute. You're talking something about me. All of your orders are here. So tomorrow after 3, you come here. You try it. If you don't like it, we refund it. Okay. And all good. Let me give you this. Thank you. So you'll get an email confirmation ton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Stop. Stop. 我们需要停下。走前再去看一下。什么意思？今天的战利品要洗啊？不是还有一家还没看吗？哪一家？坐公车路过的。小店的那种。对。好烦哦！好，要走吗？要走吗？就来伦敦什么屁也没拍到，就那一直来。完了。金眼扫射中。大门深锁啦。你感觉是年轻人穿的吗？对啊。太适合我吗？你是年轻人吗？我是年轻人啊。还有那双鞋。很喜欢吗？超喜欢的，对，我觉得这双底子也很好看。蜈蚣，我喜欢第一双。第三天去超市才买，花了多少钱？准备了，所以你可以吃了。好厉害哦，大厨呢？你少来了。剪会刮脚吧？超刮的，很痛哎！那个塑胶不会割脚，不会，看起来就不好穿。我觉得很好看啊！现在又要去逛街啊、喔，要大开杀戒。真不错，我没有喝过，我没有喝过，我至少觉得手上连东西，我光鼓掌。今天有比较时装吗？这边？哦，今天很时装啊，虽然脸累累的，可是都没有花、喔。给你拍个照片吧，我看到你了。我是马来西亚的，谢谢你啦，要继续帮我们发了哦，有，帮我们按赞哦，有。啊，卡
cancelled receipt was printed, and my colleague she just got distracted and she didn't realize. Show you the cancelled receipt. So I didn't pay, right? So it's not been paid for, but it's not your fault to accept the payment. See, I'm gonna get it for you and I'll show you. Okay, sure. 所以你今天不来的话，你就开心都不用付了。谁知道啊？但我收到这一个。我看一下。This is the price, right? Here.Just on our end of the system, the money hasn't actually gone through. I'm very sorry. It's our fault. Totally, how much? So try and process this through for you all again. With a 30% discount, and we're definitely taking like 150 off. 记着，再弄不爽脸，然后弄六折。开始，不要笑。You're welcome to keep the receipts if you need. Once again, I'm so sorry, but thank you for being so understanding. It's okay. I'll see you tomorrow. 少付两万。可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真的没有被我给我刷吗？我就看到两笔，我真会把这边点真的是。反正明天还会来。英国我已经不买了，完全已经买完了，就这样，我已经放弃了。我觉得我很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买大了就好了，是不是？对，买完了。现在要准备去吃晚餐喽。因为我也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很饿又很累，所以我真的没办法逛。但是看了也是觉得好像我自己买的比较好看，所以就算了，不要硬买，我妈留给法国买。他直接朝我冲过来，因为他经常有敲我。那你有推荐的炒饭吗？在那里吗？我有一个特别的餐。没有听过大水炒饭 ，LSC 炒饭啊？那炸炒炒饭吃吗？我们只想吃中国菜，其他都不想吃。终于吃到中国菜，味道很好。还有帅哥店员，还不错，好吃。还有东西更好吃，可是你没有点到。你是我们的，超给力吃了。说到没问题啊，只要是亚洲人的地方，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利。怎么办？吃不完。哇，你真的是给很多好料吗？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咸蛋黄鸡翅。哦，好棒！送到再多一张桌子。很赞叹，就是巨星，亚洲巨星。这是猪肉烩饭，很好吃。然后又是鸡，水煮牛，煮了三大汤，红心菜。还有帅哥店员。我都没有男生，没有女生哦，很棒哎。那他来打工可以吗？好吃。这个我招的。我都没带走的哦，连他你也要外带？好，你有外带吧，走吧。没问题，小意思。Total 里是97块。谢谢你们，谢谢。做人做。有餐厅要养肥我。可以，养肥我。鲷鱼烧。4.5万。好累哦，逛街很累啊，逛街太累。看一下你的皮肤，你们觉得呢？好啊，我没什么油光哎，而且也不会干，蛮持久的。嗯，没什么油哎，只有粉底，代表粉底是还在的，然后没有什么油。那我们就是继续实测喽。接下来英国的健身房健身。今天很上进哦，还去健身。埃及来的时候没有这样身形的话，那不行，还是要维持我们的原本的身材。那我现在要洗澡了。很滑耶，喜欢。这根多少钱？你们猜吧。80磅。这是假货一条街。它这边的 in UK 假标签。哦，好软哦，很软的，像很舒服。就他讲到说40。你有差价吗？猜猜看，看你那么会杀，我想猜60。那你觉得这件价值多少钱吗？价值我觉得120，但你杀60，杀到60，差不多65。哇，怎么样？还不错吧？还不错啊，好看呢，这件好看，更贵一点，变70。怎么样？不是很会买。看到 Made in China， 哎，这是 Made in China， Made in England 的。哦，工钱。吃披萨。26+12=38。对。看8×30=9,900。对。
哇，我已经洗了啊，用了 Guru 的平衡乳，然后还有它的洗面乳，好多天了，我觉得用了之后真的很不错，清洁力很强，我觉得毛孔真的可以深呼吸，变得更干净了，不然我平常每天化妆，真的对于毛孔的负担很大。我觉得洗脸啊就跟保养一样的重要，我是有上网去了解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因为毕竟自己用在脸上的东西。这瓶76洗面乳呢有非常多的精华在里面哦，含有 25% 的日本氨基酸，还有 51% 的酵母精华，没有含有酒精或皂碱成分，用起来就不会干干的，是非常舒服哦，没有上任何保养品，皮肤还是非常的光滑。它里面的益生菌可以帮助我调理肌肤的油水平衡，像我这些痘痘都是埃及弄来，月经弄来的啊，粉刺啊，这几天的状况真的好转非常的多。那睡前呢就是要来一下平衡乳，擦起来呢真的非常的清爽，质地呢也是非常的滑，嗯，你看这样摸起来就完全已经吸收了，你看就像这样粘起来都不会，完全不粘。它一边是保湿乳，一边是控油乳，还有通过 SGS 的这个认证，有 99.9% 的抗痤疮杆菌的功效。如果你就是这种外油内干混合肌，或者是你很容易像我一样长些痘痘啊，小粉刺在旁边就可以有效帮助这些状况好转。而且我跟你说，我才用这几天而已哦，已经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我跟你说，我已经很明显感觉到效果，你看脸上再也没有冒痘痘，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强，每天上妆前都会擦，所以我当然要推荐给大家，赶快入手，不管到哪里旅行，它都可以平衡你的肌肤。那么好用，还有什么要加强的吗？重点是呢，现在不会再乱长痘痘喽，还有黑头粉刺那些通通都没了，这个涂乳真的是太厉害啦！又要来买一卡皮箱了。 Stop 这不是皮箱，这不是皮箱。哦今天要去法国了，本人已经有4个行李箱，但还是不够用，我要再买一个行李箱，这最大号的。